欧阳振华和滕丽明这天就一起出席电视剧《爱回家》的庆祝派对。原来欧阳振华客串的那两集成为了600几集以来的最高收视点，果然是收视腹胀啊。哎呀，真好啊，很开心哦。真的，这是一句很开心。Bobby 回来跟我拍这两家戏，真的开心得不得了。哎，真的很难得，很谢谢他。你在《爱回家》拍了多少集？差不多。开始已经你在了。没有，我差不多拍了两年多吧。两年多，你现在。现在606跟607已经。破了这个记录，哇！你真的，恭喜你！我也恭喜 Bobby， 他很回来跟我拍，真的不得了！哎，我永远难忘啊，你知道？真的吗？那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你是最好的，你也是最好的。至于拍紧电影版《寻秦记》的滕丽明，唔知又有冇打听到林峰就嚟结婚的消息呢？我觉得他永远都这么开心的，我觉得是爱情继任吧。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求婚了，但是我觉得肯定有爱情继任。